这国师是疯了还是故意的，非要逼你自杀？他一心为国，应该是无奈之举。不行，板砖，照他那话那意思，无论你是不是放神力，他都不打算让你走了。你真的想好把王位让给他？国师大道治理国家，小道占星望气，无所不精，是父王颇为器重的股肱之臣，交由他总比我这个江湖浪荡的半吊子妖师强吧。你要是想走，我们支持你。不就是拼闽海吗？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，咱也不用一条巷子走到黑嘛。嗯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治理千羽国这个老国师确实比你擅长，比你这个小板砖可靠谱多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去阻断闽海的源头，那更是拯救苍生、造福百姓了。板砖，只要你想好了的话，跟我们回伏龙国。我给国师留封信。